嗨，各位兄弟姊妹，我哋又见面啦。咁今日呢，现在係八月嘅16号。昨天呢，我哋啱啱庆祝咗啦圣母蒙召升天嘅节日。希望大家都有参加弥撒啦，都希望大家呢都睇咗我哋嘅道上有关圣母蒙召升天㗎。咁我哋嘅信仰呢就通过咗呢个礼仪嘅举行呢，就进入咗呢一个同天主嘅关系里面。呢、这个关系呢係日渐增长同埋日渐牢固。好啊，咁今日呢我哋现在几点啊？4点钟我哋录音啦，一阵间呢6点半啦就会上载啦呢个 YouTube，让大家好好欣赏㗎啦。咁越嚟越觉得呢常年期嘅主日呢係比较简单㗎。我哋都希望呢能够提纲挈领咁同大家分享。不过呢一切呢真係靠天主嘅左右大家嘅代祷啦。咁我哋一起以集途经开始。天主，你使信众怀有同一的心志，求你帮助你的子民爱慕你的诫命，期待你的恩许，好使我们在这变幻的尘世仍能一心向往真福的所在。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正如上个礼拜的集土经一样，这个集土经真的可以启发很多我们内心那种的渴望。上个礼拜就求天主给我们至爱之情，使我们在万有中爱祂，爱祂在万有之上，以获得愿意给我们，而我哋不肯奢望嘅恩许。咁你睇今日即求天主点啊？帮我哋呢爱慕佢嘅诫命，期待佢嘅恩许，然后点啊？喺变幻嘅尘世之中，仍能一心向往真福嘅所在，就等于你几个礼拜前嗰一个嘅集土经所讲啦，就叫我哋呢识得享用天主所赐的一切，但是呢在享用之中呢仍能一心向往真福的所在，所以呢是很连贯的，真的盼望着呢可以见得到呢我们能够将整个每年的主日的集土经出一本书，历代怎样译啊，这样放在这里让大家参详，也都让大家呢藉住呢啲祈祷文去学祈祷，然之后同教会一起祈祷，建立我哋同天主之间嗰种嘅交往嗰个关系。冇嘢讲啊！同一呢个译文嚟讲咧，同求天主使信众怀有同一嘅心志，然之后后边亦都愿我哋能够一心向往真福的所在，这个同一心志让我们一心向往真福，这个连系我都觉得挺好的，而且呼应啊。是啊，那我们信众怀有什么心志啊？同一的心志是什么啊？我们有同一的心志向往真福的所在，即是昨天的圣母蒙召升天的日子，教宗说拖着圣母的手，我昨天讲到就说圣母就拖住耶稣的手，耶稣拖住圣母的手，圣母就拖住我的手，我亦都拖住众人的手，点样啊？一起投奔到咁样一心一德，系向往真福的所在，投奔到天父的台前。咁呢一个啊嘛，咁呢个呢都提醒我哋噶，我哋念圣母经点样念噶？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往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所以呢，杂念善终，
即系人人咧都想及自己嘅善终，有善生，先至有福终啦。所以爱慕上主嘅诫命同期待佢嘅恩许咧，系连成一体噶。咁呢个变幻嘅尘世同向往真福嘅所在，亦都一个呼应嚟噶。好啊，咁你有冇补充啊？做啦，咁就做啦。好啦，咁我哋嘅进堂咏啦。上主，求你执意俯听我，拯救你的仆人。我的天主，我仰望你。上主，我终日呼求你，求你怜悯我。今日嘅进堂咏咧，好提醒翻我哋咧对天主嘅呼求啊，对天主嘅依靠啊，同天主嘅呢一份关系，我仰望上主，求佢嘅怜悯。我就觉得咧，开宗明义啦，话俾我哋知，而家我哋做紧乜？我哋喺度祈祷啊，我哋唔喺度大龙凤啊，唔系喺度拣歌啊，唔系要表演即系抑扬顿挫啊，又唔系要即系借住信友祷文就谩骂全世界啊咁。不是这些事、我们全心全意聆听上主的话，全心寻求上主的怜悯，在这里祈祷啊，在这里跟主，我们全个教会，我们作为他的子民的团结一致，寻求上主的垂怜啊。好啊，那我们看看第一篇读经啦。我哋去到第四页啦，咁样今日系读《伊撒以亚先知书》吓，咁样诗高嘅《伊撒以亚先知》引言咧，第一段咧提醒我哋吓，历史上高嘅伊撒以亚先知咧，系大约喺公元前765年生于耶路撒冷嘅，咁然之后咧喺第五页嗰度咧，我哋都睇到啦，一共66章嘅《伊撒以亚先知书》咧。是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1至39章呢就可以讲是历史上高的伊撒以亚先知他本人的言行的收集。咁称为第一伊撒以亚。咁而第二部分40至55章呢就是第二伊撒以亚，大概写于冲军巴比伦的末期，即是公元前540至538年。咁第二伊撒以亚咧就入边有最出名嘅四篇上主仆人诗歌，咁而今日读嘅咧系属于绿色嘅部分吓，第三伊撒以亚系56至66章，事实上今日系读66章最后嘅一章，系由伊撒以亚嘅门下嘅弟子或者徒孙啊喺充军回国后，大约系公元前450年写嘅。咁我哋咧就可以一跳跳去第七页得噶啦。今日整即系简化咗，帮大家一眼睇晒咧，就系旧约圣经大事年表。我哋喺王国分裂为南北嘅部分咧，即系左手边嗰块部分咧，你会见到喺南国犹大嘅尾二个位先知，就系、是、历史上高嘅伊撒以亚先知吓。咁我哋叫第一伊撒以亚。系啦。系啦，咁样佢喺南国嘅宫廷先知，咁而跟住就南北分裂啦，跟住系分裂紧嘅啦，呢度已经分裂紧嘅，南国亡国，南国最后亡国，应该咁样话，当先知在位嘅时候，南北国已经分裂噶啦，已经分裂咗噶啦，咁只不过先知，即系伊撒以亚，系睇住啊北国嘅亡国，阿述点啊？那个叫咩名字？嗰、那个沙公对蛇根，系啊，沙公对蛇根。呢个撒玛利亚，咁先知咧系喺嗰个时代佢睇到嘅。系啦，咁呢个系宫廷嘅先知。冇错啦。咁跟住咧就去到犹太啦，对唔住犹大啦，因为北国亡国啊嘛，咁咪剩翻南国咯。咁我哋见到喺下低第二个格咧，见到有一啲南国即系偏安之间期间嘅先知啦，咩索福尼啊、耶勒米啊、拿贡啊、阿巴谷啊、厄泽克尔啊，系啦，直至到公元前587年咧，呢一个南国都亡国啦。王系边个？巴比伦王。嗰个皇帝叫咩名？拿布高。拿布格德萨系好长噶，系啦。咁啊，跟住咧
就衝軍巴比倫。係啦。咁衝軍巴比倫到後期啦，巴比倫又俾咩滅亡咗啊？波斯。波斯個波斯皇帝叫咩啊？居魯士啊。O K 啦，咁嗱，大家就記得啦。咁居魯士咧就放翻啦啲以色列人啦，翻翻到故鄉，重建家園。咁喺呢一個階段就出現咗第二伊撒爾亞啦，第二伊撒爾亞啦，稱為安慰書啦，安慰書啊，仲有點啊？有四篇嘅神主仆人詩歌，詩歌啊咁啦。好啦，繼續。好啦，咁去到右手邊啦，回國之後復國咧，咁要去到第二格嚇。你見到波斯統治嘅期間咧，嗰位乃克米亞，佢係司祭兼經師啦嚇。咁佢個年份咧係公元前445年。咁大概咧喺呢個差唔多呢個時間咧，就係、是。歷史上高嘅第三伊撒爾亞成書嘅時候，你見到我哋 最重要，你仲要諗下，其實所謂復國咧，都只不過咧繼續喺呢個波斯係啊嗰種嘅波斯帝國嘅之下的之下嘅一個省，係一個統治嚟嘅。只不過佢哋翻到去自己嘅地方，至少可以咧喺翻自己屋企，有翻聖殿，有翻自己嘅規矩。有自己的生活啦，即系唔需要啦，好似充军啦，咁呢个就系呢个时间嘅第三伊撒尔亚，系啦，好啊，咁因为佢系第三伊撒尔亚，佢经历过好多噶啦，见过世面噶，去过英国，去过加拿大。去过边度啊？喺巴比伦生活过，喺巴比伦生活过。你明我意思嘛？所以当时佢经历咗咁多嘢，翻到北京好唔同噶咯噃，见到嘛？系啊。咁嗰阵时呢，佢嘅眼光已经点啊？扩阔咗噶啦。嗰阵时唔系净系单一思想，亦充满住呢各种嘅眼光、各种嘅思想，真系各种嘅可以话得。思维在里面，所以我们读的时候你就发现很有这种不是唯我独尊那种的感觉，而比较上在他们的天主已经不是一个民族的天主，一个个人的天主，一个世界的天主的。那我们可以说很有普世福道。OK， 普世福道，普天地。是啊，啱嘅啱嘅，今日嘅突然间搭唱会唔会听到啊？系啊，系啊，普世万民。我记得好，而家系第八页啦。共读伊撒尔亚先知书，上主这样说：我要来聚集万民及各种语言的民族，他们都要前来观看我的荣耀。我要在他们中施行奇事，并派遣生还的人到外邦人那里，直往塔尔史士、普特、路德、麦舍克、洛士、特巴尔、雅汪及辽远的海岛上，即没有听过我的声誉、没有见过我光荣的地方。他们要从各民族中用马、车、轿、驴、独风驼把你们的弟兄送到我的圣山耶路撒冷，当作献于天主的献仪，好像以色列子民用洁净的器皿将供物献于上主的圣殿一样。这是上主说的：我要从他们中间选拔司祭和勒未人。这是上主说的。上主的话。感谢天主，好靓啊！即系你睇到啊，因为佢哋经历过咁多啦嘛。所以要聚集万民。是的，如果未经历过这些呢，
唯我独尊，就是找回自己的同胞就够了，只是正说自己的，是吧？咁於是呢，而家唔係呀，呢個天主好大呀。大到點呀？上主這樣說，我要聚集萬民，使各語言嘅民族都要嚟見到我嘅榮耀。好啦，咁跟住呢，我要派遣啲死剩種到外邦人那裡。死剩種呢，先知書又鍾意用一個名叫做劫後餘生。Remnants， 啊，即系嗰啲死唔去嘅，系啊，当时充军又好，经历当时经历战争又好，嗰啲生还嘅人啊，即系今日我哋香港去咗边度啊？嘅人，香港嗰啲去咗边度啊？去边度啊？周围咁执翻晒翻嚟咯。去边度啊？加拿大多伦多，仲有边度啊？Kent， Cambridge， 周围都去啊 ，London。啊，仲有咩啊 ？Auckland， 仲有 Sydney、Melbourne， 哇，仲有边度点啊？Argentina， 仲去到边度啊 ？Nigeria， 仲有边度？系啊，一齐翻嚟咯，周围都会一齐翻嚟咯。嗰啲咩生还者啊？嗰啲咪走过咗去嗰啲生还者咯，系嘛？其实呢个好特别嘅字眼嚟嘅，系啊，因为佢哋冇嘢可以依靠，净系依靠天主。所以呢班生患者呢，其实有佢噶嗰一种嘅经历，以天主作佢哋唯一依靠嘅人。呢一班人点啊？去咗边地方？天主要派佢哋去外邦人嗰度啊！去到啲未曾见过、未听过我嘅人嘅地方。好啦，咁去咗边地方先？嗱，佢呢度红色嘅塔尔史士。咁樣係咪有興趣知下喺邊度咧？係啦，旁邊個地圖咧係今日嘅西班牙。即係話咧，所謂塔爾史詩史詩言咧，下邊都有啲解釋嘅，係啊，極西嘅地方咁樣，有陣時可能係指當時佢哋明白嘅西班牙啦。咁仲有咧，普特同路胡德咧，都係用綠色標示嚇，咁樣咧係屬於呢個紅海。以西的非洲海岸的地方，即是利比亚这个地方，是啦，他都画了个圈的，是啦，是啦，是啦。咁而默舍克洛士特巴尔咧，一啲民族嘅名嚟嘅，系啦，咁样咧，你系可以喺地图上高嗰个叫黑海以南，大概系呢啲地方啦。就系呢个地图嘅右上角，系黑海嚟噶。咁你见到咧，黑海嘅南部。咁其实呢，后来佢哋去到俄罗斯，即今日嘅俄罗斯呢啲民族呢，一直咁迁晒㗎嘛。就往北行就係俄罗斯。好啦，咁跟住仲有个叫雅汪，雅汪，雅汪呢係真係大概係今日嘅希腊。好啊，咁即係话呢，仲有辽远嘅海岛。辽远嘅海岛咁。咁你放喺呢个地图你就明啦。咁嗱，佢点样啊？咁我哋有一个咧，紫色嘅或者叫咩啊，桃红色嘅点啊，系啦，嗰度系耶路撒冷。系啦，都系当以撒以亚先知书第三以撒以亚先知书成书嘅时候咧，系站于耶路撒冷。咁而呢一啲刚才所提到嘅地方咧，就成为佢嘅周边国民各族啦。系啊，即系话佢哋都听到啊。系啊。他们都会来的，大家要注意，当时他们中军去了哪里？巴比伦，巴比伦即是什么？苏格达米亚，即是伊拉克的地方，那一带的嘛，是吧？但是现在你看得到，不是向这个东南方的，是向了什么？耶路撒冷的，这个可以说是西北方的。咁你见得到啦，系两条路线嚟嘅。无论系点，我要聚集万民，见到佢嘅万民，各种语言嘅民族都要嚟到做乜嘢？
见到我的荣耀，他们重建家园嘛。就看到耶路撒冷会成为照耀万民的光明。是啊，我们曾经在读经看过。好啊，那跟着。但是可能回到就第九第八页呢，有两段读经呢，可以都帮助我们记得的。是啊，四十九个。是啊，第二十二。第二伊撒尔亚是什么歌来的？是上主仆人的诗歌的第下，应该是。好啊。是啦，咁而下低嗰段五十三章咧，就系、是第四篇上主仆人的诗歌啦。你读一读啦。都提过嘅吓，四十九章六节话：你作我的仆人，复兴雅各伯支派，领回以色列遗留下的人，还是小事啊！我更要使你作万民的光明。使我的救恩达于地极。如果他们没有充军过，他们没有经历过这种流洗，他就不会明白呢什么叫做万民，也都不明白什么叫地极。只有说经历过之后呢，就会说哦，我要使你成为万民的光明，也都要使我的救恩达于地极，系嘛？佢咁样明白天主令到佢哋国破家亡嘅意义啊！嗯，好，我哋睇埋下低嗰句啊，五十三章嗰句，在他受尽了痛苦之后，他要看见光明，并因自己的经历而满足。我正义的仆人要使多人诚意，因为他承担了他们的罪过。咁呢一句咧，就我哋都記得喺聖周唔會聽到呢一篇上主仆人詩歌啦。就即係嗰四篇上主仆人詩歌咧，係會慢慢慢慢咁樣講咧，上主所揀嘅佢嘅仆人，承行佢旨意嘅仆人，要經歷點樣嘅痛苦，最後使多人誠意，成為萬民嘅光明。咁你尋日都問我啦，咁即係上主嘅仆人係邊個啊？哎、啊，呢、這個好有趣喎、啊，更有趣啦！嗱、嗯，可以咁嘅，係啦。你可以了解成为整个民族，整个民族都是的，你了解为一个人，亦都要了解后来我们所讲的耶稣基督，是什么所谓的个人化的麦西亚，是啊。不过呢，所以呢，作为一个民族的整体代表呢，这个都是很重要，很重要啊，等于呢、今天我们的香港人，其实我们的经历的一切呢、希望都有益于真的万民，或者说各个语言的民族都可以在这个经验里面得到启发，看到人作为人的价值，在甚至无讲窄一些，我们香港的教友去到各个地方都可以兴旺啊！各地方的教会噶、哦，咁我哋都一个见证、做上主的见证，系啊，见证在我哋身上。嗰个荣耀啊，上主的荣耀啊，见到乜都可以噶。虽然咧，双方啊，好啦，好咁样，所以个经文讲落去咧，系啦，佢话他们就要从各民族咧用佢哋嘅服。工具啊，马、车、轿、驴仔、独风驼，我哋讲过啦，即系嗰度嘅射巴同色巴嘅人载工具嚟嘅，即系话各种嘅工具，系啦，系嚟自各民各族嘅，系将你哋嘅弟兄送到嚟耶路撒冷，我嘅圣山，做咩啊？当作系献于天主嘅献仪啊！而且就好似以色列民用洁净的器皿啊，其实呢个阶段咧，即系施祭典嘅形成啦，好强调洁净同唔洁净啦。但系而家咧喺呢一度咧，话咧各民各族送嚟嘅弟兄都系可以献于天主，作为献仪，作为供物，能够留喺上主嘅圣殿入边嘅，归纳为天主嘅子民。系啦，即都归纳成为天主嘅子民。而且还在他们中间要选择什么？司祭和勒未人，就是以往只有司祭家族，只有勒利支派的人才可以在圣殿供职的，但是现在呢各民各族呢都可以侍奉天主，由各民各族回来的人，或者来自各民各族的各人都可以，总之就你归属于这个子民，
你成为这个子民当中的司祭和立位人了。那都要注意这一点的。司祭和立位人呢、原则上是世袭的。但现在呢是不是世袭啊？或者就算世袭都不同了、有些曾经留下过巴比伦的，或者有些呢在不同的地方的、所以再后呢、如果你看回第七页、你就明白在这个阶段之后呢慢慢出现的呢、就有由亚历山大卓所开始有的这种希列文的犹太团体，还有希列文的经卷，系啦，即系由希列文你都写圣经吓，系啊，咁你就知道啦。其实已经慢慢唔系净系某一个民族嘅天主，亦慢慢咧开放成点啊世界嘅天主，不执着于一个语言，不执着于一个嘅可以话得一个观念啦，是一体而多元的。咁嗱，如果你话以撒二第三一以撒二啊，差唔多咧，用列马一三，咁你记得啦，列马一三翻到去要读经嘅时候都要做翻译啦。点解要做翻译啊？因为嗰啲人都唔识嗰啲希伯来文啊，即系阿拉伯语啊嘛。咁所以咧要有翻译先至得啦。咁你就可想而知咧。就算是猶太人、都已经思想已经开放 了经历了呢、这些所谓文化的、分途、天主呢、已经不是一个那么狭隘的、一个个心很广 的天主，所以呢在这一度这个是很重点地呢去睇到呢国民各族，就好似隔篱呢幅图咁样，由国民各族大家一起朝向耶路撒冷，朝向天主，咁样呢一个愿景呢就係以撒以亚先知书嘅结束嚟。所以呢去到呢啲地方就冇乜影响唔到见外国势力㗎啦。係咪咁你諗一諗啦，咁你出到去美国你用咩钱啦、我咪用美金噶嘛，咁你去到日本用咩钱啊？日本 yen 噶嘛 ，yen 系啊，咁你去到伦敦用咩钱啊？英镑咯，英镑、澳洲啦，澳元咯，系嘛？韩国咧，韩国叫咩嘢啊 ？won 啊 ，won 啊，唔会难发音噶。是啊，我不一定发得啱的，我未洗过。咁即系你变咗咗呢，就再唔系只有一种钱，唔系嘅。係咪唔系等于用其他钱啊，就系勾结外国势力㗎嘛。咁仲有喎、讲语文为例啦。而家好似唔好想读英文喎。好似英文就已经系点啊。不是很想人读过咁。喂，老实讲不是、在外国呢你不单止读英文的、人人都应该有第二语言的。第二语言，所以呢有人会读法文，英国人会读法文，意大利人会读什么英文，是不是德国人都想读什么法文都得的，因为为了沟通的啫。为了沟通的。那你说可不可以读中文，梗係可以讀中文啦、咁如果同中國人做生意，咁梗係學中文啦、係咪？所以有啲英國人講中文講得好叻噶，咁咪勾結中國勢力啦，係咪？所以打破曬呢啲嗰一種唯我獨尊嘅概念嘅時候咧，係好辛苦噶。但呢啲唯我獨尊嘅概念咧，係總要可以話得慢慢咧係。式微嘅，因为呢好多嘢今日呢个世界我哋叫咩 globalization 㗎嘛，咩叫 globalization 啊，全球化。全球化嘛，即係人类系咩呀，系一体㗎，系
係嘛？咁你成日都話軍事內政咩？軍事內政啊！你試下佢屋企碾死你個仔啊！你剁埋佢一嚿嚿添啊！你睇下會唔會點講啊？成之於法，因為你侵犯咗啦，作為人嘅嗰種嘅人權啊嘛，人嘅尊嚴啊嘛。雖然你話哦，佢係我嘅仔女，咁佢係咪人嚟先？佢係人啊嘛，咁就所以不應該呢受到虐待同殘殺嘅。咁呢一啲咪普世價值咯。咁所以呢講起呢段讀經呢，都讓我哋大家諗清楚，呢個世界係天主噶，每一個人都係天主噶，不能呢靚嘅叫孤芳自賞。如果唔靚嘅就叫做乜嘢？叫乜嘢？有冇人識答我啊？孤芳自賞啫，我都靚嘅。係啊，不過咧，我自己睇自己好靚啫，係嘛？如果唔靚嘅叫乜嘢？污糟邋遢走埋一笪咯。好，冇講啦。咁啊，你個最中意嘅答唱名啦。我哋先聽。第十页，你们往普天下去宣传福音。你们往普天下去宣传福音。列国万民，请赞美上主；一切民族，请歌颂上主。你们往普天下去宣传福音，因为他的仁爱厚加于我们。上主的忠诚必要永远常存。你们往普天下去宣传福音。好，这一篇我们看第十一页，圣咏117全篇圣咏都只有两节，就是我们刚才所念的答唱咏，这样只有两节，甚至有人说它是不是116的结尾或者118的开始来。但是呢，按个结构来讲，第一节叫列国万民赞美上主，一切民族歌颂上主，都是讲的同一样东西，就是叫所有人一起来赞美上主。然后第二节他说，因为他的仁爱厚加于我们，上主的忠诚必要永远常存。阿利路亚。似乎呢他本身这一篇圣咏的思想都很完整，所以是可以作为一篇独立的圣咏。至于圣咏的作者叫列国万民赞美上主，一切民族歌颂上主呢，咁呢个就好有刚才所讲的第三伊撒意亚先知啊，就指向紧墨西亚时代的赞美圣咏咯。当佢哋见过晒万民之后的时候呢，而家唱呢首歌，还不如叫列国万邦都嚟唱啦。坐井观天啊，我想到个字眼啊。坐井观天，这个字几好，系喎。坐井观天，系你个世界咁细嘅，咁所以你都唔错，俾咗罗马书喺隔篱。系啊，呢个系阿韩成良教我哋噶。罗马书十五章八至十二节咧，大概可以帮我作为呢一篇圣咏嘅好好嘅注释啊。喺第十一节嘅内容咧，佢直接引呢一篇圣咏嘅第一节啊，列国万民赞美上主，一切民族请歌颂他。其实真系到保禄中途嘅时代啊，福音嘅即系新约嘅时代啦，当第一批最早嘅基督徒咧，去体会到耶稣基督嘅救恩咧，要向万民开放嘅时候咧，佢哋咪就系做紧呢一篇圣咏，或者第三伊撒以亚所讲紧咧，要万民一起嚟赞美上主。由第三伊撒以亚到保禄中途几多年啊？嗱，你主前一450到保禄中途，你可以讲50至60年啦。你呢度前后加埋500年。500年啦，系啊，500年啦，都仲系咁啊！有个更新嘅体会咯，仲有啊，系啊，由保禄中途至到而家几年啊？咁就500到1000，而家就嚟又嚟2000噶啦，仲系咁啊！咁咪我哋回到初心啫，好得意噶，咩叫中国化？中国化，哎呀，阴公咯，仲要即系。要好小心谂呢啲问题。其实整个世界系走出去嘅世界，系走出去嘅世界。
而不是一个锁国封关为我独尊的世代。所以教会我们的信仰几时都是大公的，我们是大公的教会，但是几时这个大公的教会呢都是降生在此时此地的教会，一定是使到此时此地的人民呢得到这种普世的观点，普世的价值，因为这个天主呢是普世的。那这个都很小心注意，不要将我们的信仰由一个大公的信仰变成一个纯粹是个人的，或者被一个民族所利用，某一个主义所垄断的操控的一种的意识形态。是啊，好，我想看看今天那篇答唱咏，他用的答句呢是马尔谷是福音来的，你不往普天下去宣传福音，用这一句答句呢来到跟这个圣咏117做插句呼应。我记得我在美国上堂的时候呢，有一个Rabbi， 美国上堂啊，系啊，你好大镬喎，圣母大学，你条好大镬喎，你大镬，讲埋先啦，讲完唔知会有咩后果啊？有嗰位 Rabbi 咧，嗰位 Rabbi 咧，佢系话咧，你仲要受 Rabbi 嘅教育啊？系啊，我上去堂啊，咁你冇阴功，佢又唔使交学费，真系坐埋佢，咁你冇钱啊嘛？吓，唔俾嗱，即系。你俾我讲埋先啦，即系不过嗰位 Rabbi 而家过世噶，佢话咧，其实咧，犹太人作佢自己作为犹太人咧，都会谂下咧，到今日全个地球上高边啲人最即系除咗佢哋犹太裔之外咧，边啲人会认识希伯来圣经？佢话其实都系多得有点话多得。欣赏基督徒咧，将天主嘅话咧带到去世界嘅唔同角落。佢话自问咧，我哋都唔够你哋快，唔够你哋多，即系我想讲咧，我哋体会一下基督信仰啦，由耶稣死而复活啦，保禄中途等等啦，就已经我哋有一种基因，基因是愿意传出去的，进入各民各族同不同文化的人去为了传天国的喜讯。是什么？是爱、啊嗯、是爱，是人道、啊、是这样呢，所以列国万民请赞美上主呢，其实都是我们的使命来的。那所以呢，今天在哪里读经呢、嗯、为我是要深深感受这个天主是万民的天主，不是一个真的狭隘到呢某一个角落的天主。嗯、好啦，好，那我们看看今天的福音啦。嗯，第十二页啦，也都是看回《龙家福音引言》，大家明白的啦。也不过要看的。是。路加不总。路加应该是来自安提约基亚团体，他是腓利白城那里学医的嘛，他也有可能是腓利白城的人的。所以呢，有些人说他是希腊人来的，所以诗歌说他是希腊人来的、啊是啊、所以他希腊人、啊、整个的福音的路向呢 是外邦人，是指向外邦人，特别后来他就继续写下去的圣神的福音，中途大事录，是 是啊，就更加向外邦人传喜讯的。所以年啊，我们教会都要留心，嗯，要留心什么呢？我们是大公的信仰，是啊，不能时时呢都以某一个民族的文化呢、嗯、自居啊，嗯，所以呢，我们虽然啊，我们的传统呢受自罗马、嗯、但是我们不能够不认识希腊、啊、不能够不认识阿美利亚、啊、不能够不认识科普特，不能够不认识埃塞俄比亚、嗯、不能够不认识叙利亚、嗯、不能够不认识伊拉克、嗯、不能够不认识黎巴嫩，不能够不认识天涯海角
我哋有几多个？一个天主教会有几多个？我哋话系啊，廿二定廿三定廿四啊？系啊，呢个都可以上嘅。廿三、廿四，系啊，因为咧都有啲新兴嘅。系啊，系讲个传统嘅喎。系啊，咁所以咧，我哋都要明白呢一类，而不能咧即系话点讲啊？坐井观天啊！系 OK 得啦，讲完好我哋第十三页咧吓，我哋喺大插文当中吓吓，跟住耶稣行紧去耶路撒冷嘅十四页啦。今日第二十一主日咧，我哋读嘅路加福音十三章廿二节咧，你见到旁边嗰个粉红色嗰度咧，我哋系读紧大插文咧，今日开始第二部分啦。咁即系咩咧？我哋会留意咧，耶稣开始讲咧，跟随佢嘅团体辅导。这个非常之正，是团体辅导来的。是啊。不是你个人修为啊，都是个人修为，但是修为里面的团体辅导啦。好，那我们可以立即去看十六章的。第十六页。是。攻读圣路加福音。那时候耶稣经过各城各村，前往耶路撒冷随处施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主，得救的人果然不多吗？耶稣对群众说：你们竭力由窄门进去吧。我告诉你们，因为将来有很多人想要入去，但是入不到去啊。及至家主起来，将门都关上了。你们在外边站在那里，开始敲门地说：主啊，请为我们开门吧。他要回答你们说：我都不识你们在哪里来。这个时候你们会说：我们曾经在你面前又吃过又喝过，你都在我们的街市施教过。但是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这些人，你们作恶的都离开我了。几时你见到阿伯郎、伊撒格、雅各伯同先知众先知在天主的国里边，但你哋就被摒弃于外，咁你哋就只有哀号同切齿。将来呢，有同东到西、由北到南嘅人嚟到参加天主国里嘅筵席。看啊，有最后的成为最先的，亦都有最先的成为最后的。上主的话，基督，我们赞美你。其实很多个主题。是啊，是啊。第一个主题就叫你什么？第一先留意那对粉红色那段呢，那时候耶稣经过各城各乡，前往耶路撒冷随处施教，就是这一句。这些说话连贯呢，给我们记得呢，他由大布尔山行紧去耶路撒冷，一路行一路讲，一路行一路讲，讲都不完。是啦，不过 你要记得呢，他是去紧耶路撒冷，他很有目标的。好啦，耶稣一路施教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人问耶稣：主，得救的人真的不多啊。耶稣呢就在这个时候讲：你们要竭力出尽力呢，由窄门入去。咁呢度已經係一個主題嚟噶，咁你之後都揾到噶。係啊，馬豆福音都有睇噶。馬豆福音嘅七章十三、十四節咧，即係都係講緊窄門嘅。你們要從窄門進去，因為寬門和大路咧導入喪亡，但係有好多人從那裏進去。而十四節跟住佢講話，那導入生命嘅門咧係多麼窄，路是多麼狹。走到他的人的确不多，所以在马窦福音就有个对比，人呢就喜欢行大门大路，但是呢如果是导入丧亡的时候呢，你就想过先啦。而进入生命的门呢往往是窄的，简单到不要贪威食食，练精学懒，信仰都是这样的。简单点来说是这样，是不是啊？就是你的信仰呢，不要想着呢，即系好似
学完道理啊，叫咩学道理我都唔知吓。咁啊，领咗洗啦，咁啊，跟住点啊？不知进取，唔去学习噶啦。所以就算你80岁，可能你个信仰得8岁，因为自从咧你8岁领咗坚证之后咧，你都冇进修过，连弥撒都冇去过啊。咁点解你80岁翻嚟做乜嘢？谂住攞份长子，我做乜啫？呢个信仰记得咯，呢个信仰对你嘅人生有咩意义呢？嗱，唔好净系话佢哋啦，我哋啲父母带仔女嚟参加主日学都系噶，佢哋会问你几时完啊？几时完啦？点解啊？因为完咗，佢想走啦。走去边啊？去补习咯，补咩习啊？游水咯，补咩习啊？奥数咯。咁参加弥撒咧，得闲咩叫得闲啊？虽然咧，为佢哋嚟讲咧，信仰咧，即系唔系一种。你时时要出力，出力噶，你要出力噶，冇嘢系不劳而获。天主白白俾恩宠你，天主白白爱你，但系都要你去合作噶嘛，都要你佢伸手俾你，你都要点啊？伸翻手俾佢噶。如果佢揸住你嘅手，咁你都要点啊？揸紧佢嘅手噶嘛，唔好甩啊，唔好甩啊，竭力就系咁解啊。系咁啊，欣，你一阵间喺 PDF 嗰度啦，加翻正话马窦嘅7:13-14。好啊，咁嗱，呢度已经可以一个主题。系啊，但系就好似咧，同我哋第一篇读经咧，就未必有咧咁直接嘅关系。当然啦，你都可以话有噶。你挨过世界，咁你咪知信仰几宝贵咯。所以咧，有时英国嘅朋友俾翻一啲信息我啊，甚至系加拿大家都会话：好彩我哋喺呢个信仰里边，所以我哋遇见嘅一切咧，我哋怀有呢个信心，怀住希望，特别系有爱德咁样面对我。现在要遇到的一切多谢。但如果没有这些经历呢，我真的好像、信仰为我不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造就不到我的人生，都好像呢是可以说得很表面。所以都值得想的，除非有窄门的经历，否则的话我们的信仰未必成熟的。好啊，咁呢个窄门咧，讲下隔篱嗰幅相喎。其实咧就都系我第一次影噶嘛。系啊，我影噶，系喺犹大旷野入边咧，去咗一个古城入边咧，个城门嚟嘅。个城门咧系窄嘅，即系咧令到咧要入城嘅人咧，往往咧就要摆低晒啲嘢咧，咁喺嗰度行入去。特别啲武器啊！系啊，武器啊，骑马等等，你唔入得噶。咁你就系要放低一啲。所以呢，以往啲城啊，甚至中国都有噶，横街窄巷。点解啊？一种保护作用嚟噶，系防守嘅作用啊。所以横街窄巷系啦。点咩叫横街啊？唔好直咯，多啲。系啊，佢要转一转弯先入。转弯咯，入到嚟。仲有点样啊？窄巷点啊？够一两个人过，咁就唔会有呢啲。成隊兵咁衝入嚟啊嘛，橫街窄巷嘛，好啦，咁呢一啲咧可以一個主題，跟住我睇17頁咧，又可以另一個主題。係啊，佢真係見佢換一換咗個取材啊。係啊，咧家主起身關上嘅門嘅時候咧，你哋反而喺外邊企喺度敲門，我話主俾我開門，開門俾我入嚟啦。咁跟住入邊嗰個。
主人咧就答你咧，我唔知道你哋边度嚟嘅。边位啊？系啦，吓咁你就会话俾佢听，我喺你面前食一齐食过嘢嘅，你喺我你嚟过我嘅街市嗰度咧，师教过我嘢嘅，我听过你讲嘢嘅。一样啊，一样一样。喂，圣律师毕业，圣若瑟毕业，啊玛丽湾毕业，诶仲有咩啊？啊方振国毕业，仲有咩毕业啊？咩嘢高主教毕业啊？玛丽洛神父毕业啊？诶玛丽洛毕业。乜业到佢白晒噶啦？嗯，系啦。咁跟住佢苏制作个主人继续讲啦，我唔知道你系边度喎。佢话点解咧？因为你系作恶嘅人。系啊，即系你听就听咗好多，同我一起食过嘢，不过你冇跟住做咯。系啊，一个我犯的人啊，圣灵第几手也举脚踢我啊！即系揾一揾我。系啊，即系话咧。不是住下住下的人、都不是那些流罗式的信仰。嗯。什么叫流罗式的信仰啊？一 shopping。流罗啊。起哄式的信仰。哦，起哄。一起啦一起啦一起啦。趁热闹是吗？啊，趁热闹。即你有没有自己和天主个人的关系，同埋你嘅生活係點樣嘅生活？係咪基督徒嘅生活咧？呢個重要㗎。係啊，咁好啦，咁呢一個咧，又可以另一個主題嚟嘅喎。你話耶穌與奴啊嘛？係啊。咁可能上下嗰個關係咧，有不過唔係咁密切嘅。好啦，咁我哋又到十八頁啦。係啦。闸门进去吓，佢话有好多人想入嚟，咁跟住佢话咧，你会望见阿巴郎、伊撒格、雅各伯，选民嘅祖先啊吓，仲有众先，入晒天国喎、哦，系、哎、啊，坐喺天国系咪？但系你哋咧就喺外边，即系嗰班啦，系啊，门闩咗啦，系啊，呢度猛咁叫，猛咁叫咩？你喺我哋中间食过嘢咧，我又嚟接待过你咧，我系天主教后读书噶，仲有话边个边个神长啊，同我好熟噶，咁但自己咩做过？作恶多端，所以被抛弃于外，咁跟住有哀号和切齿添。佢话但系将啊今转咗第二只颜色啊，将有从东、从西、从北、从南，周围咁多地方啊。嚟嘅人咧，会一齐参加天国嘅筵席。系，其实佢喺边度读嘅啫？佢咪轩尼斯官立中学咯？佢喺边度读啊？咁咪即系嗰啲，总之不见经传嘅，即系学校咯。咁佢真系用心读书噶噃，佢都冇做教友噶。但系喺人生嘅经历或者甚至系颠簸里边。他认识了天主，他认识天主之后呢，他择善固执啦，他真的做耶稣所做的，他在一切的遭遇中为主作见证的，所以他们是由东到西，由南由北到北来的嘛，那你见得到啦，原来天主的心是怎样？好大，好大的。你估只系北京先会爱国咩？其实都爱人民啊！血浓于水嘅时候，咪由二奶仔去救佢。咁即系话呢，爱人民嘅心，爱呢个大，即系点讲啊？更大嘅人类嘅心，嗯，明白。我不可以因为爱我的仔就杀你的仔，煮了你的仔给我的仔吃，不得的嘛，那就是怎样？人人在天主面前都是这么矜贵，这么真爱的，所以只有奉行他旨意的人就已经在他的国里面亦都参与了佢种生命嘅延续噶啦，所以唔系净系阿巴郎、伊撒、雅各、雅各伯众先知咁简单，会佢哋系个榜样，信德嘅榜样。但去到我，同样如此。所以呢，呢个好紧要，
所以两种颜色看你觉得是吧，最后的将成为最先的，也都有最先的成为最后，这个可以说是福音的金句来的，后即是你到底是先定后，入不入到天国呢，其实都是一个关键，耶稣给一个闸门看看你入不入到了，都不是呢先和后，就等于我们说嘛，学无前后，那么怎么达者为先，达者为先，是怎么信仰是这样啊，信仰是这样，你好好地按照你能够生活的去生活，咁唔好，即系应该点讲？各有前因，点啊？莫善人，莫善人啊！咁所以我哋唔好以老教友自居啊，亦都唔好以新教友新教友自居喎、啊。系啊，唔好成日都话青年，青年，青年，你叫青年队。亦都唔好成日老年老年，一视同仁啦、啊。好啊，咁后来呢，我哋摆翻咧读经一嘅伊撒尔亚嗰张地图啦，同埋嗰个金句啦，系啦、啊，俾大家回想翻下。或者呢个礼拜嘅读经咧、特别福音咧，你可以取材于好啊闸门啦、你可以取材于啊嗰、那个即系点讲啊？唔系食过啊，饮过啊，吓喺、你个当中施教过啊，即系唔系呢啲，你可以取材呢两个。可以，但系最重要取材，如果同第一篇读经有关，就系、是、从东从西从北从南嘅万民会嚟到听到天主嘅福音，参加天国嘅筵。在天主面前呢，没有前后，没有大小，没有中外，没有古今，没有大没有小、不过呢提返转头，在耶稣讲这些说话的时候呢，他激怒了很多人，第一激怒的犹太佬，因为犹太佬就自命他们阿巴勒以撒亚雅各巴都是先知的后裔一点，是吗？但是这些他就会告诉你，哦，原来你最先的，其实你就变成最后了，那些外邦人啊，你们当他狗那样扮那些啊，最后的了，要变成最先的。那狗那里呢，也都是圣经的说话，不要将食物怎么样，儿女的食物给狗吃，是吗？但是跟着那句说话是什么？连狗都可以吃到主人桌上的瑞士的嘛。好啊，咁点解你写十二加四等于十六？我记得起你话你设计嘅圣安德勒堂嗰块好靓嘅彩玻璃，但系十二加四又喺你口中听到嘅。系啊，因为佢成日都话修女冇讲，修女冇讲，修女打电话问我几多个人，我话俾佢知十二加四，对唔住，十二加四。点解啊？从东到南，从北到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东南西北嘅人都要嚟，所以不限于十二个。呢、这个路加噶，路加除咗有十二个宗徒，仲有七十个。系啊，唔系啊，七十个使徒，七十个七十人，七十人系啦，除十二人，仲有七十人系向列国万民传喜讯，各种吓、所以。我是用紧咧路加嘅个表达，喺天国唔系净系十二人，仲有咩啊？东南西北啊？系，仲有要你细细去睇咧，系各民族都喺度啊！仲有啊，耶稣揸杯，或者揸饼啊嘛。当时修女问你噶嘛？系揸乜好啊？我就话揸杯，点解啊？呢、这个系生而永久嘅盟约。其实路加福音一路睇落去又会再讲到呢度，呢个新嘅新酒啊嘛。系啊，其实当时咧都有个问题噶，有啲神父话唔好领圣血噶嘛，圣体里边有圣血，圣血里边有圣体，圣体有圣血，一啲完全地同今日教会所讲嘅咧，更完整地去领受呢个可以话共用嘅圣事咧，系
恭敬不如从命，耶稣点讲咪点做咯。同埋耶弥撒经书总论话啊嘛，有饮诶兼领圣体圣血先表达到末世圣宴呢一个系啊特质啊嘛。耶稣自己就系嗰个身体啦。嗯，但系佢要揸住个杯呢，就话俾你知生而永久嘅盟约，末世嘅圣宴，佢等紧我哋。系、哎、好啦。所以呢个彩玻璃是画天国圣宴啦，天国圣宴好多默示录噶，玻璃海、蓝色玻璃海啊，系啊，永远嘅黎明啊嘛，永远嘅黎明啊，好多噶，有彩虹啊，咁系好靓，值得欣赏噶。好，咁我哋第二篇读经咯喎，系啊，第十九页吓，我哋系继续睇紧希伯来书嘅二十页咧，系希伯来书嗰度，系我哋系读今日系读第三段吓。咁廿一页咧都记得啦，系呢个有佢先呢度系啦。公元七十年咧系一个关键时期吓，犹太嘅基督徒咧，即系唔理喺边度啦，佢哋都可以开始反省咧，到底圣殿为我哋系有咩意义啊？仲系旧约咧，系啊，为我哋有咩意义啊？所以你个 rabbi 咧好好噶，系啊，过咗世啦，咁咪天主道咯，系啊，佢降福紧你噶。嗱，你谂一谂喎。七十年咧个关键，之前之后都唔系好紧要，都唔系好紧要，即系要谂啦。咁、所以咧，我哋去听今日嘅读经咧，好有意思。而家我哋喺第二十五页啦，攻读自希伯来人书，弟兄姊妹们。你们竟然忘记了天主劝你们，好像劝子女所说的话。我儿，不要轻视上主的惩戒，也不要厌恶他的谴责，因为上主惩戒他所爱的，鞭策他所接纳的每个儿子。为接受惩戒，你们应该坚忍，因为天主对待你们有如对待子女。哪有儿子做父亲的不惩戒他呢？如果你们缺少众人所共受的惩戒，你们就是私生子而不是儿子。再者，我们肉身的父亲惩戒我们时，我们尚且表示敬畏，何况灵性的父亲，我们不是更该服从以得生活吗？其实肉身的父亲只是在短暂的时日内照他们的心意来施行惩戒，但是天主却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为叫我们分沾他的圣善。固然各种惩戒在当时似乎不是乐事，而是苦事，可是以后为那些这样受过训练的人，就会结出正义与和平的果实。为此，你们应该伸直委弱的手及麻木的膝，你们的脚应履行正直的路，叫瘸子不要偏离正道，反叫他获得痊愈。上主的话，感谢天主。我好喜欢你拣的相。好中意，系啊！你要记得、当时如果真面对七十年，或者七十年嘅事件所影响所及咧，可能呢班犹太嘅基督徒，会觉得其实天主惩戒紧噶，天主惩戒紧噶，会噶会噶，上个礼拜。是啊，上个主日的读经二呢，就是今这一段的上文嘛，余韵的证人嘛。是啊，所以呢，我最喜欢那句
如果你们缺少众人所共受的惩戒，你们就是什么？私生子，不似是仔女了。天主爱你，天主矫正你，所以呢，我们要谦逊一些，接纳天主对我们每个人的小情点啊，大戒。咁啊，到咗26页咯，我又中意你拣个张相喎。受过训练，我哋就可以行得到啦。系咪啊？点解你应该咧伸直系咪啊？委弱嘅手，麻木嘅膝，你哋嘅脚应你行正直嘅路，细茄子啊，不要偏离正道，反而获得痊愈。咁。即係嗰個訓練啊，好重要啦。繼續行得到。咁所以個細路仔咧，喺爸爸嘅肩膊上咧，去學習做人啦。啊，即係堅強起嚟，係嘛？各種懲罰固然不是樂事，係苦事。當時係好難受啊。但係咧，受過訓練嘅人咧，就會結出呢個正義和平嘅果實。如果係咁。我哋有希望啊！知我哋受教训啦，知道问题嘅所在啦，咁就可以改善啦。因为天主爱你，所以让你经历呢啲事情。咁今日嘅三篇读经咧，都各有启发嘅。福音同耶利米先知咧，就有一种普世性嘅，一种嘅可以话。一種思想喺度嘅，咁呢個我哋都要諗一諗，即係我哋點樣，我哋嘅信仰係貢獻呢種即係 globalization 嘅一種，就係希伯來書所講啦，我哋要為普世咧貢獻正義與和平嘅果實，同埋同時都謙遜咁接受天主嘅矯正。好啊，咁而家。献礼经第27页，上主，你藉圣子一次而为永远的牺牲，赎回你的子民，使成为你的义子。求你恩赐我们，在你教会内团结合一，得享和平。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门。非常清楚。是啊，你的圣子一次为永远的牺牲，都是希伯来书讲的。是啊，赎回了你的子民，所以成为你的儿子。是啊，我们就成为天主的儿子了。他们因此我们教会内，在这个民族里面，团结合一，得享和平。和平实现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时代。所以不是2000年前，你刚才问多久之前，到今天要继续实现。28页，上主，你使大地出产五谷八果，饱如普世，你又以美酒舒畅人心。主说：谁吃我的肉，并喝我的血，必得永生。在末日，我且要叫他复活。唔知点解我突然间谂起啲月饼嘅。我即刻谂起圣安德勒堂嗰幅台玻璃喺度摆啊啱啦，美酒舒畅人心，好耐冇领圣血。点解我会谂起月饼呢？咁耶稣所做嘅一切，天主所做嘅一切，无非去引领人咧慢慢进入佢嘅生命。所以当我哋为啲家友送上月饼嘅时候，其实我们跟他建立一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要吃得饱不吃得饱，要我跟你一起庆祝，我跟你一起享受，我跟你一起呢高兴。这个都为我来说呢，都是基督的一个精神来的，是基督的精神来的。那你可以问我，那月饼吃得饱的了吗？不是啊，吃不饱的。人情搭救是吧？人情未搭救。那这个就是他和我已经成为朋友。虽然呢
真係有苦自己知，或者嗱家家有本難念經，但呢啲都唔妨礙我哋呢去真係品嚐啊天主俾嘅關懷，天主俾嘅我哋人與人之間嘅情義啊。咁所以呢我會諗起呢啲。咁你話咁實際呀、啊、咁最實際呢固然係靈性體性圈諗，因為呢個真係實際啦。我哋無論邊一個，我哋靈性體性圈嘅時候都已經成為基督嘅一體。咁無論你係邊個都好，邊個民族都好啦，我哋都已經係基督嘅肢體。無論你出生係點都好啦，我哋都已經係基督嘅一體，所以無歸節，亦都冇理我。我哋係一體噶啦。咁所以誰係我哋肉喝我哋血，必得永生。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靈性體後見。上主，我們求你仁慈治愈我們，並以聖寵支援我們，使我們日進於德，好能在一切事上忠悅於你。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阿們。好特別啊！呢、一個咧嚇、1750年已經有嘅，有祈禱文。不過咧喺1570年咧係典禮彌撒祝聖一位主教嘅，到今日都係咁嘅。咁點解祝聖主教同呢段經文咧咁有密切關係咧？可能因為佢住禮咯。係啊，主教就係、是。就是、主持聖宴啊嘛，為我哋帶嚟醫治啊，係啊，咁於是咧，求聖寵嘅支援啦、啊，好使我哋日進於德，一切事上忠於主啊。即係冇嘅，係啊，即係一個咁好嘅禱文，用喺不同嘅場合，上主佢啲仁慈咁醫治我哋，以聖寵支援我哋，咁呢一度咧，聖體聖事咧係良藥嚟嘅，醫治我哋。医治我哋嘅心硬啦，医治我哋嗰种你我嘅嗰种嘅分歧啦，一共用圣事啊嘛，都医治啦嗰种先后啦，系嘛？咁即系天主面前一视同仁，系啊，有伸直委弱的手啊，系啊，以圣寵支援我哋，冇力行嘅时候咧，天主帮我哋，帮我哋，系啊，医治我哋，支援我哋。咁使我哋向前行啊！日進於德，好在一切事上忠悅於天主，就行得入嗰個閘門啊！好啊，好啊！嗱，今日咧我哋都唔係好長嘅時間，雖然當中咧我哋都有點意咧係發揮緊一啲啊見到嘅問題，不過呢度咧都特別為啲家長祈禱，因為咧到今日。在希伯来书当中，或者都要啲家长咧，要学一学呢样嘅，即系咧要谂一谂，你将来嘅仔女要点样？你将来嘅仔女要点样？你愿意佢哋由闸门入去吗？你愿意佢哋能够进入天国吗？你愿意喺需要嘅时候要矫正佢哋吗？或者面对的都是你自己、哦嗯、所以呢其实这个礼拜呢已经是离开学前的两个周的咋，两个主日的咋，所以我们都挺值得呢为家长啊、学生啊、主日学啊、这些导师啊祈祷，不要忘记今天的读经要教我们的就是真的由闸门要竭力进去，但同时天主呢是接纳所有的人的，我们都要接纳天主那种的情格。好啊，那有没有补充啊？大家自己多一点去反省啦，多一点去揣摩啦，其实多一点祈祷。
针对住篇圣经祈祷得噶啦，天主自会有力量咁引导大家去体味佢嘅亲临嘅教导。好啊，我哋就用今日嘅集祷经啊，去结束今日嘅道上啦。天主，你使信众怀有同一的心志，求你帮助你的子民爱慕你的诫命，期待你的恩许，好使我们在这变幻的尘世仍能一心向往真福的所在。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咁下个礼拜同一嘅时间，8月23日咧，就系道上上年期22主日嘅丙年读经。咁记得啦，可以先下载咗个 PDF， 一边睇一边听啦。好啊，各位弟兄姊妹，让我哋彼此代祷，天主保佑，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拜拜。